断掉啊！我的，我今晚录叮当的插入器，我把它断掉了。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我给卡特兰加开哈。慢点。啊！谁？谁呀？哪个继续好伊老爹家？无得卡连讲，太郎办会的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为着咱全家伙的安全，我认为鬼该死掉较紧。妈，你有要紧无啊？现在不要紧啊。为什么不要紧啊？妈，可是讲迄针若真正插足深呢，啊你手的神经若插着，手废掉是变怎？啊是毋是足凄惨的？哦，袂安尼啦，一个大头针尔，无可能插到遐尔深，嘛无可能让神经断去。哦。啊！你廖准你安尼讲，阮都唔免追究啊，是无？这件代志真正唔是我做诶，而且我嘛唔知是安那迄支针会伫阿妹衫内底。哦，唔是你，啊不是谁啊？无刚刚是阮妈，佮你提针插家己哦。这件厝所有诶人有嫌疑诶，都是你安尼做小安。文琛，咱无证无据，袂安尼讲话。加油！我真的知影，妈哦，想要做小安，较早离开的，因为妈惊讲伊会去伤害伊，所以有提30万给伊呢。小安，你真正有跟我妈提30万？我无提。哥哥，大哥啊，你即马去的房间敲，30万一定伫个房间。啊，你即马是跟我当作细汉话？只是我妈的，要何像就何像啦，要敲你家己去敲啦。30万你无甲我提啦，我给你30万，你是为你小弟哦。过去做遐个代志，我想要弥补伊，唔是惊讲伊会伤害我啦。啊，妈，你想说你就要替伊找借口啦？我唔找借口，我实话实讲。奇怪，我想到啊，那伊哪会有遐尔正式的衫会当去参加迄种联谊晚会啊？我问你，迄领衫是毋是刘佳瑶送你的？是啊，伊送我安怎？你真坏！好啊，看你真个啦！我想要讲你真啊！你真就不会问你啊？你今日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，不是伊走，就是我走。李文珍，你敢真正有需要呢？为难加油。啊，小安，无，你得甲文珍回信的啊，安尼特别生气啊，啊，大家哦，麦当变作过日子啊。我唔是要爱伊甲我回信的，我要爱伊离开。总经理。夫人安尼侮辱我，又搁侮辱我摕阿姆的钱，甚至是爱我承认我无做的代志，到底是伊爱甲我回事嘞，还是我爱甲伊回事嘞啊？